啊，好恐怖，你来睡。然后还得穿。你干嘛娘来了哈救命？打了房顶道哈救命！你看水好大，都在喊救命了。庐山城要被淹安逸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水，我操！水把电线杆子弄那个了，水面直接走火了，赶紧有关的人，这跟前的人赶紧给提醒一声。你们看哪个的棺材都跑出来了，棺材都跑出来了，里头还有人，这里肯定有人。是河边上，你看嘛，游泳池河边上的水，全部泛滥，看到冒了河面了，冒了河面了，啊，这个水面看到，还在涨，还在涨，还在涨。啥子个局面哦？瞌睡睡醒，都淹到这儿了哇！啥子个情况哦？拉开看一下来。哦哟，哦哟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呀，这啥子局面？这他妈这个切到啊，这个！啊，平邑的，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啊，啊，刚才那条鱼也就一斤左右啊，这大哥都围过去了啊，围攻他了都，啊，大哥都去围攻他去了啊，啊，散网，散网一网，啊，你断网不行，我散网也得把你搂上来。又来了，我天哪，拿着铁锹。
大爷给力啊！铁链子吗？拿着铁锹就怼啊！啊，能不能怼啊？人家拿网子端，他拿铁锹啊！啊，一铁锹把这个打晕了！啊，还不如在这个潜水看那袋子的鱼。啊，我天哪，这大哥也太给力了，这啥情况啊？渔网撒网都下去了，人也下去了，这是捞到巨物了吗？然后看一下两三斤的重量啊，看你们网子里啊，我天哪，好大的，搂住没？搂住了，搂住了啊，一斤左右搂住啊！快看、啊，你桥上捞住的，哎呦，发了！那那个还错了，应该把那个你。哎，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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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